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雕刻家阿拉。好，这次来玩的是天狼星。哎，对，一样是这张好来拍的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敌方阵容：先知、祭司，这次两个；慈善家、咒士、律师、囚徒、小女孩。好，这是先知。啊，非常普通的皮肤，有多普通呢？就是如肉眼所见那么普通。好，这个雕像是圣杯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就是好像是冠军奖杯的感觉。啊，真让人不高兴！为什么？今天压不到吧？对，压不到，好吧，不然逃掉了。啊，先跟各位讲一下，我的雕刻家玩的不是很好。对，通常玩的不好的话呢，就要先打预防针。玩的不好哦，所以如果因此输掉的话呢，可以怪我了，可以怪我，因为真的玩的不好，好吧？但也要看我方友军表现怎么样啊。也许他玩的不好啊，是不是？那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这局输定了，我们死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再下，交鸟了。总算是交鸟了，你没鸟了吧？没鸟的男人何足畏惧？好，压到，压到，压到，太棒了！好，滑下来，欸，很顺欸，因为我坐轮椅的关系吗？哎，压一下，哎，有喽，剩最后半下喽，小心哦，小心我的雕像哦！哎呦，这样也能被压到，这样也能被压到，是压到我的轮子而已吧？好，来喽！看一下，其实这不是无脑放的，你知道吗？要算一下角度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如何精准的算角度才能打不到人。可以，刚推了那下，有吧？刚有稍微推一下吧，推一下的感觉就可以。哎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所以我觉得那一下帮助蛮大的。所以各位不要觉得没有帮助，有的，有的是有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抓到了先知，然后鱼女，你好意思跟我说干扰破译？你好意思，你打一下而已，哎。我都抓人上椅子嘞，还是他的意思是跟老婆一哦，靠你了，我好像不行，应该是吧？好，律师进门了，哎，律师在哪里啊？哦，在哪里？在二楼，好吧，在二楼就算了，能怎么样？没办法，他应该请人家再来治疗他吧？有没有可能？随便啦，我先防守一下先知好了。好，在这边有耳鸣。好，来看一下这谁？哦，太宰治吗？太宰治吗？是太宰治吗？啊，被叫掉啦！好，这个慈善家很会造人呢，造得我很晕呢。来，好，打到了一下。这是谁？咒术师哎，可以补刀一下是不是？他好像两下了，补一下刀。补得到吗？补到啊！补到刀了，各位。好，你好意思说干得不错？你好意思？我抓了2次了，我抓了2次了，你才1次而已耶。好，OK，我来送你去追击。哦，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烂摊子交给我就对了，好吧？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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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烂摊子交给我看一下。祭司哎，哦，我象形分掌都出来这边绕来绕去，他还这边破译，太专心了吧？太专心了吧？哦，达到了一下而已，哎，不是半下而已。哦，可以了，倒数快结束了，我来买个东西好了。啊，买什么东西嘞？看一下，强力剂吧，强力剂应该好一点吧。好，准备了，集中精神，聚精会神。我来守，你去追击。没有，我要守一下啊！祭司要来了，祭司要来了。祭司要来了！我刚没挥，我刚有挥吗？我刚有挥吗？我刚好希望挥到，但是似乎好跑掉了，是不是？你跑了多远？我就你能跑了多远？好，要个板，然后过来，是不是？你死定啦！闪一下，又中。哦，可以了啦。不行，还要再一下。好。来吧，还要再救吗？考虑清楚哦，真的值得考虑清楚哦，因为你一定救得到哦，应该是很救的几率蛮大的。那小女孩又来，好，你们死定，你们死定了，技能用了吧？技能用了吧？技能用了吧？推一下啊，好，又如何？又如何？啊，三层照相，好，走了有点远呢，怎么办？走了有点远呢。可以啊，没有，
重告之前没有中，被挡住了。他想走那 Orion 吗？超航通道，应该来不及了啦，真来不及了，受死吧！哎、欸，平心静气，平心静气 again， 压他，有压到吗？可以，没戳到。攻击范围很可怜欸，好，打到了，总算打到了。哦，可以飞咯，真的可以飞了，总算飞掉一个咒术师了。三家会不会救掉？应该会。好，我们情况对我们有利吗？有利吗？没救掉，直接飞掉，这局可能会赢哦，还不错哦。好 ，OK， 现在回到胜利台了，又很难讲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就是五五波，对。好，走吧。总算这个轮椅速度快一点了。OK， 附近没人。OK， 附近没人。这边有一个，哎，超长通道在这里。哎，超长很多哎，他们连在一起的吗？这距离有点近哎。出来干嘛？在发呆哦。在发呆。那来追祭司好了，看一下这里，哎，蛮多人在这里的，是不是？而且坐一台嘛，鱼女在这里，小女孩在这里，哎，快破坏掉，再压了一下，两下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要放叉子？你其实不用放叉子，我都来了，啊。啊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哎、欸，这鱼女真的是这一波操作有雷到我了，对，巨雷，巨雷无比，是轰天雷吧？啊，响彻云霄啊！小女孩原本可以很容易就被放倒的，而且不见得破得掉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波操作实属是亏，对，被逆转了，只能这样讲了，我觉得可能会输。真的是无法乐观了，各位，无法乐观，好吧？我知道我雕刻教你的不是很好，但是你知道，有时候遇到厉害的监管就觉得没那么弱，你知道吗？但是遇到像鱼女这种，可能就没办法了。对，哎，地窖不是开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走？为何不走地窖？不懂，自信吗？自信满满的玩弄我吗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他一直说他有办法在我的攻势之下，然后全身而退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有可能吗？太天真了吧！就说你太天真了、啊。好，抓到了囚徒，但是又如何？我们的鱼女在附近逛大街，她在想什么？不得而知，真的不得而知啊！哎呦，这边在破译，哎，不是破译，应该门已经开了。看一下。对啊，开了，赶快他们赶进去就好了。对，你能拿怎么样？无法。好啦，赶快进去了啊！又打到一下，不错，重高之行打了两下、欸，还蛮帅的。这样赶不进去吗？好吧，先来守一下囚徒好了。如果能抓到一个人的话，也许就能平局了。但是鱼女可靠吗？鱼女靠谱吗？嗯，从刚刚他操作小女孩那一刻，我就觉得他不靠谱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三个人吧。对。而且还是幸运的情况下，如果囚徒再被抓掉，然后又有搏命的话，他可以顺便用搏命的时间跳地窖，完全就是可以啊，距离没那么远。所以小女孩又是你，所以就没有所以了。对，哦，救掉了，但是小女孩身受重伤哎、欸，这个你要给的有点有趣哦。好，剩下最后的半滴血的小女孩，我们鱼女打得到吗？想开枪？套路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江郎才尽了吧？好，小女孩，鱼女算了。对，我觉得鱼女好像没在打人了。那鱼女到底在干嘛？鱼女去，又是新啊。我一个人面对了多少孤独，各位？一个人面对多少孤独，你各位能想象得到吗？
想象不到，对，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的啦，回来吧，不要一直往大门走，好不好？是有多渴望？好，应该是蛮渴望的啦，啊，至少等一下，我要干扰一下，在这里，小女孩啊，在摸是不是？继续摸是不是？哎，我没有技能了。尴尬了，好吧，转什么圈圈？往天上飞了啦，还转圈圈？好，输了。嗯，就这样子吧，我跟鱼女绝交。